第16题，请问小轩0到20秒的平均速度为多少？我们晓得平均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位移，而我们在第15题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移是正5公尺，那我们总共花了20秒，所以出来就是每秒0.25公尺。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小轩0到20秒的平均速度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朱，正，每秒0.25公尺。